怎么了？旭子，嗯，你是不是瘦了？少巴结我了，我才没瘦呢，而且还胖了好几斤。真的，你是膝盖都硌人。这膝盖本来就是硌人的呀，我当然也是硌的。那髋骨呢？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在摸人体骨骼模型啊？怎么了？这段时间你辛苦了。知道就好。小小，嗯，我以前总觉得爱一个人就要保护好他，不能让他受到一点点的苦难。可是今天当我看到你为我做的这一切之后，我才明白了，两个人在一起要相互支撑才能走完余生。